我现在 check 一下，都有刘医生吗？他，你听说你可爱又美。哎，我要问你呢，那个麻雀灯考验的是什么样的？怎么样的麻雀？哦，既然是我们的王如江，王伯父介绍你的，我们一定会很照顾你的。啊，那这是哪个人？是，那两个星期后，我们再次进行跟踪拍摄，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三天，今天所有的相关器材和用具都要到位。阿兹米的工作就是确保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。虽然其实运它的法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对它的颜色，左摆跟右摆的是不一样，而且你看这些哦，知道的颜色也算是。这个跟这个是普通的颜色还是普通的底材？它每个板的颜色一样，把它的 icon 是一样，看到吗？啊、okay. 所以这是天空的，这个是Property的，对对对。在阿兹米的指挥和协调下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华灯初上，今晚是学生节目的总彩排。干嘛？李律师？呀、yeah.